王总，你今天一共要领两个奖，一个是年度十大动力电池企业，还有一个就是年度客户信赖产品。领完奖之后呢，有个记者发布会，然后我请了差不多30家媒体记者到场。这么多啊！你要是想让我提高绿宝的估值，就必须要这么做。好，来，把笔给王总，拍照。 看一下照片，好，可以了，把笔拿到。早知道让方总来了。方总，人家另外一个论坛也很重要，说一下嘉宾已经候场。人家嘉宾已候场。哎，一鸣，来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去拜访了高正道。高正道，哦，就是那个离经叛道著名的电池专家。是。 你猜我碰见谁了？刘洋，他是高老师的学生。哦，他们是这层关系啊？对啊，怎么你想找高老师合作呀？对，本来是想高价买下他的实验室的，但是被粗暴的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李思雨。他回来了。思雨对我。 成见很深啊，因为我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再去找找刘洋，让他再做做高老师的思想工作。好啊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为甲方分忧是我们乙方应该做的事情。下面一个嘉宾准备入场。行，准备一下。哎，一鸣，忽然间。 有点紧张，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。紧张的时候就想些开心的事儿，就可以化解这种情绪了。真的啊？那让我想想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呢？最近，我爱你，开心吗？很开心。走吧。 开门，有请获奖嘉宾王子如女士。